二位是？我们找赵师长。二位是？赵师长，你好。啊，我是第五十一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，这位是我的太太。啊，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，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，怕您遇到麻烦，冒昧上来看看您。啊，多谢，我没事的。嗯，赵师长，我们一路过来，看到市区秩序混乱，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。 否则会出乱子。这位长官是不是？方秘书，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，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。是。嗯。赵师长。 这是陈毅将军给您的亲笔信。陈毅，敬后兄见字如面。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，旨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，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。 若上海能和平解放，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。若兄能以仁厚之心，令各机构各司其职，保上海之如常，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。令有一诚恳之请，盛邀兄留于沪上，共建新上海，共享新中国。陈将军的意思。 我明白了，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长这个位置上的，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。啊，我尽力吧。不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。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，明天就会进城。陈将军说了，希望您能留下来。好，我等你们来。我们还有任务，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。 在市区行走，会碰到很多关卡，这是我的亲笔手令，上面有市长印信，会给二位行个方便，啊，请收下。赵师长保重，哎，黎明就要来了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见。哎，我们一定要相见，一定。保重，哎，保重。为了一个新上海，告辞。 什么事儿？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，要求见您。谁啊？姑父。南英啊，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？啊，我来看你啊。这不胡闹吗？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，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。啊，来坐吧。你这地方还不错呀。啊。 临时办公用的。
回国之后呀，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，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。你早怎么不说呀？就算你有船票，现在也不大好走啊。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，反正我要离开上海，谢谢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位是，您是51军军长，我是您的这位侄女，刚刚任命的副官。他任命的？啊。还是这么淘气，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？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。说吧，代表谁来的？陈毅将军。汤恩伯任命我的时候，毛人凤就在场。任命我殿后的同时，又明确的告诉我，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虎穴龙潭了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。我懂你们的意思。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，相机起义迎接解放，为新中国效力。奈何被削去了兵权呐、啊！这两年和汤恩伯、程大庆各处周旋，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，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。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原属部下呀。现在行动风险太大了。姑父，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大势已去，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。您只要振臂一呼，胜算大于风险。对于军人而言，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，因为我们深知，战死沙场，乃是最高的荣誉。现在，起义也好，投诚也罢。说到底，就是一个想。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决定。不仔细筹划的话，会有不必要的牺牲。刘将军，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，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，望您为国、为上海多虑。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，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，我们都欢迎。姑父，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？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，我只是担心，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我军部的路上。吃饭。百乐门那边。先吃饭。姑父，来，给你烧点汤。这样就吃点了，战事紧张了。这已经很好了，你要不要？我自己来。报告。什么事儿？毛局长到。说来就来了。毛局长，深夜驾临，有何指教？刘副司令，雅兴不浅。这外边是炮火连天，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。毛局长，一起吧。毛局长。是冲着他们来的，不，我是冲着你来的。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呀！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，他有一问，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。现在倒好，舍近求远，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。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？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，如何带兵取胜？刘副司令，你不要话里有话，你要把心思
放在党国的大业上，专心战事。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。上海局势动荡，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，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？怎么说，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？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，也是战场上的猛将。可是此时此刻，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，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。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嘛，让您对总裁、对汤总司令、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。这样吧，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，我们喝个一醉方休。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，约上汤总司令，你们一同撤出上海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。汤总司令，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到，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，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。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，可以将我就地免职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。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，你不要多想了。至于那三个军长，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。是。酒宴撤了吧。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，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，可以留下来旁听。至于他们，我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位侄女、侄女婿。你好。为了避免军机泄露，我将他们留在这里。毛局长，麻烦您一同一步前往作战室吧。不必了，我就不耽误刘副司令招待家人，告辞。你怎么让他走了？我能留得住他吗？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。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他这一去啊，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，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。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森森的毛局长作风的。之前投诚起义都还可以谋划一番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必须尽快行事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。好，我回去安排。